大家好，我是村さん。我现在在中山的赖江岛。今天要带你们去赖江岛最受欢迎的度假饭店。那我们赶快出发吧。就是这里。这里是柳九温泉赖江岛饭店。这个饭店有温泉哟，也是离那霸机场最近的度假饭店哟。大约半小时就会有一班巴士。那我们进去饭店吧。请看一下饭店大厅，超漂亮的吧？饭店工作人员都非常亲切。那我们前往客房吧。今天我就在四楼。这里是我的房间。江江，那我们到阳台看看吧。哇，视野超棒的。哇，你们看到飞机降落了吗？超开心的。下面有饭店的游泳池，露台的这个凉椅超舒服的。接着来看一下洗脸台周边吧。也来看一下淋浴间吧。江江，哇，感觉很不错耶。
这边是衣柜。最后看看洗手间，打扫得很干净。来逛一下吧。这里是炸冰店，这边是葱小面的餐厅。这里是韩国炸冰专卖店，这边是有卖 tacos 的咖啡店。哇，这里有卖 taco rice 的餐厅。晚餐就在这里吃吧。也有卖牛排哟。哇，祝大家旅途平安。超帅气的。又有一台起飞咯。这边是从房间看出去的景色，这台是那头的飞机。耶，欢迎大家。
天下网啦，来吃晚餐吧。那我们到餐厅了，家里没有人做，我来家里吃吧。耶，タコライス上菜了。那我要开动咯。哇，味道好棒。欧姆蛋软绵绵的。哇，味道香到猫咪都来了，好可爱哦。这间店的 taco rice 真的很好吃，推荐给大家。我吃饱了，很美味的一餐。大家早安，我来到早餐会场了。江江，请看我的早餐。我吃饱了，好令人满足的早餐。接着洗澡，将泡温泉时间。精神气爽。好啦，那差不多该离开了。谢谢你们今天也陪我玩到这边，那我们下次影片见。ほんじゃまたね。